会留给你一些特殊镜头，就是没有特殊的特殊镜头。但前面我们先以对准的情况，但是你表演照你拿着吧。OK， 你这样做那些动作也可以，但是因为我要把那些动作拍完，我要打脸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我对准的部分动作不要那么大，还是我就是先自然表演。你自然表演，我会跟你。OK， 对，这个我放心。